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26号，星期四。今天我的题目呢是“万夫闯关，一个杠，一个歪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万夫闯关，耶！我们看一下图一。图一呢，导播并没有放错图。那么图一呢，我给大家展示这张图呢，就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黄金 VIP 会员区里呢，我们所有的会员的一种心态的表现。那么大家可以从这图中可以看到，我是带着大家是往这个股市里冲的，因为昨天呢，我已经在盘中已经说到了，大盘低开高走，那么今天的走势呢，就再一次证明了我昨天对大盘的观点。那么低开高走的时候呢，突破关键点位，那么就是一个买进的机会。那么盘中的时候呢，我们大家都开都进行了轮番对股市里呢进行了轮番的轰炸。我们看一下图二，图二呢是道指的收盘价线图。那么昨天我有说到，对于激进交易者呢，在13095点的时候呢打头阵，可以上当冲。那么，对于稳重的交易者呢，在13130点之前，我所提到的这个点位的话呢，进行一个做一个后盾。那么可以看到，今天大盘呢，无论是打头阵也好，是做后盾也好，那么这两个点位呢，都全部的向上突破过去。那么收盘呢，在13212点。可以从短线上可以看到，我们的大盘呢，反弹的。而且上攻的力度呢是非常非常强劲的，均线系统排列非常的良好。我们看一下图三，图三呢是标普500的日线图。那么这张图呢是早盘的时候我在我们的 黄金 VIP 会员区里的给我们的会员呢展示的这张大盘走势图。我已经提到过了，早盘的时候呢在一千392点的时候呢，我已经提醒了我们会员说，标普500的这个城墙已经攻下。那么此时呢，我们的战士们呢累了，休息一会儿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图四，图四呢是标普500勇士在收盘的时候呢，成功的站上了1400点的这个心理的关口。那么可以看到，这个收盘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个看盘软件呢收在了1401点。那么可以看到，从1392点的突破呢，到1401点的这个收盘这个位置呢，可以看到大盘呢是力度呢是非常非常强劲的。可以说，前些日子呢，我带领着大家喝了咖啡，今天呢在盘中呢，通过这段涨势，我又领着我们的会员呢，吃了蛋糕。那么，如果是我们会员的朋友呢，大家都知道我在谈论的是某只股票。那么今天在盘中分析的时候呢，也有新的会员呢打电话来询问这个我们 VIP 这个各个功能的怎么用法。那么在此呢，我也想提醒，就是说我们的新会员们，那你们。请你们再一次拨打我们的2个1800电话，一呢是800-808-8771和1800-808-8760。那么我们的会员呢会在详细的为您解答一遍我们黄金 VIP 看盘区域里的各项内容和功能的介绍。那么明天的大盘呢，今天大盘是走势呢是非常凌厉的。那么短线上呢，当然出现了一个超买的一个状态。但是明天呢，借助的周五是一个周末的一个行情，那么多少会盘中早盘的时候呢，会出现一个获利回吐的一个行情。那么可以说，没有入场的可以等待明天回调时候入场。那么如果明天大盘继续向上冲的话，那么我在我们的黄金 VIP 会员区里呢，已经提醒了我们的投资朋友继续的去追，去加仓自己的某些股票。好，那么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巨鲸华尔街，
我们下周再见。